离开第四天由冠伟、徐冠成到第六球场预备。下次一定要吃肉了，我想给你买。
正常来讲，我今天那次刚才那场也要赢。我觉得。六七六七，干一定要吃点豆沙豆汁。豆沙豆汁。我是先。好，大家回来看，帮你加油。香啊！第四球场结束后就是他。啊啊啊！点名就好。
就可能他们会费超兵，他们双三年以后没事。我缴100块打一个月，双三年很久。先打才打才打才打，没有没有，就是现在没有交叉掉嘛，交叉交叉。那个那个就是打对哪一个结束后可能交叉。没有，我们中间啊，就在交叉中间。他可能就是上报到就是报到的时候，把那个球做热。不可能，一定有报到先知道啊。有报到点，他现在都 delay 了。到了当然是球就选到了，选到就招顺序的，问题是你怎么看不准？我问他，你问我，你先问一下，我觉得他都不准。没有。好冷，这个。干他妈！你可以当兵还是多久？到这个月。对呀。我们已经有空了，我都会讲这个话。
的都是比较后面的。你说不行啊，天气还是那那也不要帅啊，真的很慢。第一轮，第一轮就打到这了。好啊，今天有赛程啊，第一场会怎么样？第二，那明天这样好了，明天你的行李，你的行李丢在我爸车上，就是。因为局长他们比较早打，看看我那个局长他们先叫我爸再过来，然后把那个行李就放车上，然后等他们来这边的时候，他们先把你行李拿下来，然后我跟你我们骑摩托车先去打球，打完球之后再骑摩托车回来，明天就跟他们一起过来。好，摩托车准备两台。谁往那边借？我。加上。哎，你们叫准备了吗？好，第五场准备了。我们先经过。你跳那么快干嘛？跳好凶哦！啊，我你对，他很紧的，动不动。Thank you.
朝诸国臣，世间当救人无人退，当今自守长预备。
油费。你想，你就可以抱团体吗？啊，看你想哦。靠腰，不要好了。看你瞄错啊！看你打内奸程度如何？打了打了。对对对。